是三体这一题，啊、哦，那实际上看起来是一样的，可是啊、哦，这边呢就有比较多的问题。第一个的话就是说呢，它的宽度是 123.8 还点八，然后呢高度的话是 93.8， 它有小数点。再来呢，这边有几阶呢？有八阶，那你要怎么知道有这个八阶的这个距离是多少？哎，对，除以八就可以。但是特别注意哦，如果你在 AutoCAD 里面哦，除以八的时候呢，哈，是不能有小数点的。除以八是不能有小数点，所以呢，你要做的话呢，要怎么样呢？要怎么样变成没有小数点？很简单啊，就是把点八次进位有没有变成1238，但是你除要除多少？除80就好了、哦、所以这一点要特别注意。如果说你今天要取这个高度的话，那就要用除。所以做法的话，我们简单来做一次给各位看一下好了。这边的话呢，先用线嘛，然后往这边是多少？123.8 啊 ，Enter。再来的话，往上，好，再来往上，往上多少？ 93.8 啊 ，Enter。再来往这边多少？就是我刚刚讲嘛，横向的对不对？要1238。你如果说这个地方齁，你 123.8 除以